主料，茄子两根，猪肉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醋、生姜、面粉、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猪肉洗净沥干，剁成细末，最好是肥瘦相间的，装入篮内，放入食盐、生抽、胡椒粉，腌制一会，撒入生姜大蒜末，搅拌均匀，放一边备用。茄子去蒂洗净，控干水分，切成两片一组，中间不要切断。面粉适量，加入冷水调成糊，再适量加点醋，将猪肉先填入茄子，然后在面粉糊里打个滚，码入刷好油的平底锅，中小火慢慢煎，一面金黄，再翻面煎另一边，二面金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茄子两片一组，中间不要切断。这里来加肉，面糊里放适量醋，可以让茄盒更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